就放一首。有点就是我感觉我在就是上什么音乐鉴赏课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已经在大礼堂了，我们已经穿上晚礼服。好怪、欸、就是这真的可以吗？太回来了，但是我眼睛有点太干了，我就把美瞳摘了，来洗涤一下，明天再继续。我看到你发的微博了，哎呦，晚上好。这个歌可是在歌颂我们的祖国。我把美瞳摘了，但是，妈咪，是，这个 四G豆，就那个巧克力，宋小璐放的，不是我，宋小璐在进行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呢。我在进行一些渲染。嗨，晚上好。啊！不理我。晚上好。哎呦，我假发片。精神状态，因为我昨天没怎么睡觉，然后这会儿有点困了，但是还好我在车上，然后还有回来时候睡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好一点点了。待会儿估计要忙一会儿啦。但是今天有开心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是，是假发片贴在这儿了。我但是精简一下子，虽然都还可以。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没办法去，就是我一个人去在意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无所谓啦。别沉默，他老师也有沉默。都在准备舞台。喜欢这些东西，谢谢谢谢小门送的一个荧光海，谢谢。没有，我只是好像没有被最在意，我不想。就不想把他当成最在意的了，就这样而已，也没什么。谢谢一个玫瑰花，谢谢白陶醉乖版送的一个高级马卡龙，谢谢，谢谢便便送的一个蹦迪，谢谢。我接啥了？对啊，我喜欢舞台，我才来这里的。这个是顶楼的。没有，不是说你们。我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小事情，但是，哎呦，主要是我比较敏感，我是一个会在意的人。主要是我看到他更的那个，看到就是有粉丝跟那个博文，让我狠狠的就是伤感了。还好了，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情，也不是很重要，只是会觉得人可能都会变化吧。回来睡了会儿，太累了。我主要是就是那种一公完眼，公完眼，然后跟你们，店员啊握手啊，就会把我的能量消耗掉，然后我就会想，就是缓一缓，充一会儿电，然后再继续这样子。换一首歌吧。谢谢陈记送那个荧光海，谢谢清风徐来送一个高级马卡龙，谢谢。太神了。
那你把它闪回去了。我会看，我会看，会看你们在意什么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吧，陪伴可能，陪伴和自己的感受，可能才是最真实。所以，去维护关系吗？这种问题，我就觉得随缘吧。没有，我挺开心的，我挺开心的。明天我也很期待明天，我只是单纯因为这个事情有点让我觉得。觉得好吧，就只能觉得好吧，没什么办法。谢谢 ZRENA 送的云观海，嗨，晚上好呀。嗯，我也不是。哎呀，明天。明天还有拉票呢，明天还有跳，明天还有舞台呢，还有要跳的东西呢。真神偶像，好支持，我知道了，搞的。谢谢坏大儿送了个权杖，谢谢你，你也辛苦啦。然后后天就回广州了，天呐，我一开始是一人来着，然后变爱了，好像。有点热了啊！对，我找个空调空气。变哀，哎，无所谓，我只是确实开心最重要。是一人爱人都没关系，都可以。准备的好对呀，我准备的好多呀。然后明天也邀请了萱萱、小鹿给我跳跳你们应该会爱看的东西。谢谢穆老师送的两个荧光海，谢谢。31条微博，30条中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剧透一下，我其实今天电影时候也剧透了一下，我说我明天会有一个就是制服的造型，还有一套睡衣的造型，还有一套礼服的造型会出现在我的拉票上，就这样子。好，早点休息吧，今天大家都蛮累的。今天我也是妹子，我努力，我每个镜头我都抓到，然后我有跟那个摄像老师有说，我有些那种，就是只是手部的动作也需要镜头特写什么的，跟他说了一下，希望明天顺利。你的微博，我看看。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小偶像，谢谢你。我是个，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偶像跟平常有什么关系吧。但是我觉得我平常就是一个还蛮好相处的人来着，所以当偶像也是吧，会很比较善解人意来着。所以你们有事情跟我说，或者有烦恼跟我说，都可以来找我，我挺会。我很爱，就是我 ENFJ 的一些习惯吧，就是很爱，就是去安慰别人和帮助别人。这对是粉丝送的衣服，哒哒，是日制的制服来着。明天有吊带袜，哎，我紧张，我去。你们要是。叫的把我吓的，我应该不会。
黑玫瑰。哎呀，得找老师确认一下，因为他那个什么说报批那个衣服，因为我买了旗袍嘛，但是我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穿那个跳。报批如果明天还没下来，那就是真的只能跳原版的了。他要说我发量多了。哦，等一下。对，我有好好准备，所以拉票就拜托大家好好恶姻缘吧。这还不够有距离。谢谢小门送了一个荧光海，谢谢。第一次看剧场公演。对，我是，如果你表达了你对我的喜欢，我一般就是会回应来着，会。尽量去回应，但是也会慢慢了解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了。比如说一些呆呆的粉丝比较容易被我欺负。就是很好玩。商量商量什么？谢谢小门送了一个荧光海，谢谢。哎呦，我今天，那我就更期待明天啦。我今天就是更加是为了尝试一下这个假发片，还有一些造型的东西，感觉还不错，所以明天会继续。谢谢清水送的一个奶茶，谢谢。对呀、啊，但是我不确定能跳，如果不能的话，我可能在广州或者是别的回来之后再跳了，因为我起跑有些动作。跟原版的动作胎不太能一起跳来着，就比如说那种蹲下动作，穿旗袍蹲下有点不太好。而且我本来想着我的黑玫瑰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小狐狸那样子的造型的那种感觉。准备了来着，但是得等咯。就是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经纪，报批麻烦主要是。然后谢谢一个 C2 的荧光棒。这个就不才是。哎呦，紧张住了，等一下看不到弹幕了。谢谢 Lot 送了一个夜点，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没有忘记。哎呦，好不容易。然后我说你。是吗？对，我说的。悄悄的亲吻相遇这里，要向任何人提起，也不明悄悄的。这也没说完的话。好好好呢，我嘎达。我让的怎么了？然后他们俩就打起来。暴批多久？不好说，不好说他要多久，所以还不知道呢。谢谢小红送的荧光海，谢谢你。你怎么了？喝到了，太甜了。超级紧张。哦，所以你是小门，我好像知道了。不敢说话，就喜欢跟一些不敢说话的小朋友握手啦，然后我就可以就是自言自语，然后我就会说很多就是有的没的话，会。擅长这个呢？像是妲己，就是，有参考一些中国舞的一些动作来着，然后有改一些动作。然后还有一个姐姐谢谢桑尼克特送的一个奶茶，谢谢陈记送的一个奶茶。不敢说。嗯？因为。也想要做那种古风的造型，然后那种我想尝试一下国风的那种媚的感觉，但是那个应该还要慢慢磨练一下子，那个比现在的动作更难一点点，柔韧性你要求也更高一些些来着。你怕你们看腻了吗？要不然就换皮肤，要不然就是换动作什么的。然后也有人之前说想看我跳宋欣冉前辈的那个版本的嘛，然后我要去跟姐姐说一下，
征求一下他本人的同意，我再选。总选后试试看。嗯，因为也不知道要跳这个跳多久嘛，又不想一直都一样。古风的黑妹妹，对呀、啊，像狐妖，像是那种魅惑人心的小狐狸，感觉这首歌也调也蛮适合。就当时有这个脑洞，当时是为什么？当时是因为王者荣耀出了新皮肤，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就是突然联想到，然后就想有这个想法了。就是他的 black background， 那个他有一个是另外他自己找老师编的班的，但是得经过他同意呢，所以得问了。taco 画啊。Lace 哎呦，不过想着回广州，但是他安排好密集，本来想着回广州能去深圳一下子，想去就是找在那边的朋友拍照来着。嗯，就上海名啊，我想过是那种歌舞厅的那种美人的那种造型。我平常在看那个电视剧嘛，他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在干嘛？嗯，我已经听到了。我看到你的脸，哎呦，好可爱！你 Hello Kitty， 谢谢。你们对徐守福有什么啊？但我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就是在你们面前穿。我以前在动漫圈子里面的时候经常穿，但进来之后好像很少穿了。就上海，想要那种比较成熟的那种，很漂亮的，每场造型衣服都一样，没办法去。美杜莎那种，我想的是那种旗袍，华丽的旗袍，然后这里有个毛的那种披肩儿，然后漂亮的项链那种感觉的。Costco 什么人有啊？我有出过很多很可爱的角色，我找找，这可能还有吧。我不知道 iPad 没有存来着。但是我的微博也有发过一点点，就一点点点点点点点。是的，是的。Coco 酱，合理失控。好，我要去看一看。但是那怎么办？那个我还在吗？哎呀，很想跟他说会话来着。好自觉呀！找不太到，但是我其实现在还是很喜欢拍一些那种创作类的写真，就像是4648系他们会拍那种生写那种天使啊什么主题的那种。我以前刚出道时还拍来着，现在来这边我还在认识朋友的朋友，有机会的话会去跳，下个礼拜就可以见到我。你在广州吗？我搞到要回来了，希望你们热烈欢迎我，非常希望，不然就是我会对你们失望。宋老师心里心里，宋老师被净化。室友的歌单，喜欢成都，但是我是广州人嘛，所以就是回广吧就是相当于回家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是出差，其实顺便还可以回家一下。宋老师11点半在唱戏。
气氛到了。他们说房间气氛都变得维也纳了。马上把礼服穿起来。感觉牛排已经吃上了。春晚。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品牌方赞助的由我们 CCTV 频道推出的特别2024年春季晚会，有请宋小宝宋小宝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难忘今宵。不是我听歌，是我的室友在唱歌。就怎么了，就是给大家烘托一下那个氛围。太早了，这几月之前。谁知道呢，所以我才说我在 MC 上也有说，我说我跟他就是奇奇怪怪点虽然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我们奇怪的点都能相互 get 到，就很搞笑，就是各有各的风吧，但是就是能很好的相处。让隔壁寝室过来打我。45要过年这才怎么了？唱戏，这叫八月份。是粉丝送的衣服。哦，你们怎么对制服这么的？主要是我那时候在偶研 A 组嘛，然后我们队里都是那种小朋友，他们穿的都是那种洛丽塔啊、制服啊、水手服啊，我觉得就大家都一样了，又不好玩了，然后我就很少穿。以前还是。制服店模特来着呢，本人。那明天呢？恋爱捉迷藏啊，不会，不会的。金花，我想。我没有，但是我知道那首歌，但是我还没有跳过呢。明天也会很吊，明天是一个直球式的吊戏。直球式的清纯吊戏，我很爱，因为它真的很，就是表达一些情感什么的。上海风，你们是真的很喜欢旗袍啊？对吗？乖乖，今天吗？好吧，反正是水手服的问题。谢谢一个荧光棒，对调。那你要完蛋了。期待好长时间那首歌，你在期待什么？但是我其实有点害怕，哎呀，但是还好，就是还好没有太多，就是大部分都还是自己在挑的。就那样，我还想跟你说话呢。谢谢鲜肉馅的藕泡送的一个荧光海，谢谢，晚上好。主要是明天有一首歌说好要跳人气可爱的，但是我衣服来不及换了，所以只能就是一块那个什么蟑螂自己什么呢，不是我。排练的时间够吗？什么排练的时候时间够？排练其实还没有很准确的去算吧，因为还要搬道具，对不对？搬道具，然后换衣服。我们当时没有换衣服，就是过了一下歌什么的。元气的吗？我可能会穿的非常的性感，然后跳着元气的歌，就是有一种这种情况。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燕子在不在直播？燕子回去没有？会去练。我有一些表情，我要把它刻到我的脑子里面去，因为那首歌其实看的就是表情跟感觉，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要把它拿捏好。出这么汗，很热，今天大家都很热，不知道什么。我今天大 MC 在，就是他拍别人的时候，那个汗都流到我眼睛里去了，我痛苦面具，白漆黑。那不算，白天哪有这么性感，真的太性感了。没有啦，不知道，我搞的空调不行。硬糖少女，
看能不能在舞台上这样唱歌。我唱给燕子的情歌。你连他你也说我给你唱一首。他好像不在。好，你们用这个腔调唱一下公演曲啊。比如什么？冬日。冬日怎么唱？雪花盛开树林。雪花盛开树林。有变了，我绷不住。太太，我也不知道你在，你到底在兴奋什么呢？就是因为太累了，所以就是有一种过劳心肺，对吧？我也会这样，就我太累了，我就会就是变得很兴奋，不知道什么。我刚刚突然放到一首歌。兴致来了，哎呦，晒伤了、啊、真的吗？你可不要晒伤，你长得太可爱了，别晒伤。对啊，今天很热热的感觉。什么什么？我刚好像忘记回答什么问题了。浙江感情测试问卷要怎么答才算敷衍？是歌词吗？还是什么？播到三点，不会的，我可能写二点我就结束了，因为我要去，我还得去整理完，做最后一点点收尾，然后把贺卡给写了，还应该没有了吧？应该没有了。啊，无数次哦，矛盾之间，我们都陷入怪圈。谢谢谢谢甘蔗送的一个99分，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呢。哎呀，明天，哎，其实我也有点紧张，因为我表演在当天，而且很赶，我感觉。谢谢。哎，会的会的会的，我就是我会准备好的人，然后我希望你们能享受我的舞台，我只是希望我发言的时候我能好好讲话，我能 hold 住。嗯，哎，紧张住了。嗯，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对于偶像来说，我一直觉得舞台是最重要的东西来着，所以我有时候有舞台，就我更偏重在这上面。现在是，有人在骂小钟摆，不许骂。我明天也要说这个问题来着，我不想，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别人说我，或是有争议，或是别人要谈论我，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无语，就是不想要你们被谈论，或者是被贴标签，怪怪的。从一小段时间之前开始就有点这样，我觉得很无语，我还是得说。我说了，还有人这样，我就骂，我叫凶了。嗯，公司吗？嗯，很难说。他有很多做的还可能还算好，然后但是没有大家没有怎么看到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大家看到的不好的地方，就这样。不行，我月亮狮子，我护崽的来。谢谢小明送了5个玫瑰花。对啊，我是那种，对人不对事的人。只要是我的朋友或者什么，我就会一个劲的护着，护什么来着？
让我就去外屋啊。看看嘛，看看嘛，也不是所有的外屋都要出，真的是呵呵。是呢，怎么看起来很柔弱，看起来很柔弱，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身上争议的点也很多来着，还有，一些反差之类的。一小个狗凶的来。比广州看起来像个大姐姐哦，确实。我最近有队友跟我说从偶研修那时候刚认识我到现在，感觉我真的变化好大。我感觉是经历给我的，给我带来的。我也不这个，我哪有小小一个？好多人见面跟我说：“哎呀，中中，你看起来好小一只啊。”然后就是我站起来，就是还是蛮高的啦。谢谢你，谢谢你喜欢这个名称，我也很喜欢。当时也是跟大家一起起的这个名字来着，可以去看我第一版的 Q&A。其实我觉得关系很大只，而且我想要稍微把头发再留长一点，是因为我想要看起来大只一点点，不然就没有那种气场。大概这么，你才那么小，看起来像小朋友，小钟摆。对，而且刚好跟我的那个 cash face， 然后就感觉差不多，就是有关系，熟读很多遍，就是跟我玩的人一般也很就是奇奇怪怪，机长前后，对啊，我旁边是谭思慧跟轩轩呢，所以他们两个都比较高，而且。骨架比我大一点嘛，然后就把我显得很小。显高，好难过，显高，好吧。对，反正就是一个这么高雅的人，就是我们的寝室里面，就是一直都是放着这种音乐的，平常也是。我们会在停电的时候点开蜡烛，然后开启我们的烛光时刻。什么烛光时刻？在小鹿的音乐会。小鹿的烛光音乐会，是这样的。小宝宝，才不是小宝。好像是吧，性格的问题。哎呀，我在台上，因为我会给每个舞台。设置一个人设，我会就是带着那个角色的感觉去跳，但私底下就是自己的样子，所以就还是这样。好了，还有两位熬过去了，恭喜你们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你知道吗？对啊，包括眼神也是，有时候会切换过来，就比如说时钟花那种凶凶恶恶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冬日就是那种甜甜的，像初恋，像雪地上的小精灵那种感觉，会每首歌都不太一样来着。啊，我对我的弹幕飞走了。给队友写的话会抛出来，我想改一下，哎呦，改一下，不然我觉得有点尴尬。人台一题，
会，但是我也会喜欢带入什么角色里面去，天生就有点，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很兴奋的时候是一个状态，有时候很依很难过，一个人不想说话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可是这些都是我，所以感觉去演一些角色也蛮适合我的。对，我在台上我就会嘻嘻哈哈，我就是很想笑。时钟花是冷酷的，对啊，对呀、啊，时钟花是一朵被摧残坚强的花，是一个很坚强那样子的感觉，坚韧那样子的，而且它又是那种打架的歌，就是得凶一点的啦。Unit 想跳黑与白，然后深深也想，深深也说可以跳那个。Black background， 所以可能后面回来会换，我们再回来之后我们就会换着来跳一下。第一次去看以为我不舒服啊，我在明明在演凶凶啊，嘻嘻哈哈，什么嘻嘻哈哈，我很认真的啦，就是平常你们要是问我什么问题，或是让我去说别人回答别人的事情，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就会认真起来。我以前刚进来的时候还被说过，就是有点太认真了，就是别人开玩笑随便问的问题，我都会就是认真的回答起来。嗯，PV。想拍，这套工也在时钟花。我喜欢那种帅气的冬，但是这个确实很好，但是还是喜欢冬日可爱清新又很鲜鲜的。我知道，这首歌也确实，就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出道嘛，确实也花了很多心思来着。好直白呀，你也喜欢冬日，喜欢那种新生，有希望那种感觉，很漂亮。芒果女孩。我也喜欢，我每天我洗澡的时候就在唱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但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飘来飘去的，就很喜欢。向日葵是歌吗还是什么？其他 unit 改编，其他的印象不是特别深。金曲会投对歌吗？这个会跟大家一起商量。我当时想的，我觉得我们去拿下这个比较更好一些些。向日葵哦，让我去听一下，搜一下。搜到了好多别的。向日葵的约定又是什么？宋小的花不就是编的好突然，刚才在那里维也纳，现在已经喜羊羊了。听对啊，还久着呢，谁知道呢，对吧？听起来有点摇滚，是这样的吗？啊，可爱的，有点像是。
不一样的樱花树下那种感觉。好听的，我觉得少女偶像就应该多多唱这种宣传积极希望美好的歌呢，因为在我印象中少女偶像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日语版啊，我们来听孙小璐跳这个唱这个儿童频道安舒，这是什么，就是也是合曲吗？我看看，这是能跳的吗？我好像知道这个，这个是不是就是海那边是不是有那个两个人绑在一起的那个衣服的那个舞台啊？这 I'm sure 啊，好喜欢这种东西。没有中翻，你想看我跟谁跳啊？我的妈呀，就是这首歌我已经看到过，但是很久以前了。可爱，但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呀？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这个衣服的设计很让我，就是我被惊到了。我要去找一个有中文的，我有点啊、哦，我的妈！我现在在看，你们听吧，我也听看不出来是谁。所以这是讲的是欲望的吗？对吗？啊！这啊！我的妈！但是我讲着我真的挺想找到一个人，就是能陪我去合作这种舞台，然后两个人都不会太介意，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去展现一些作品想要表达的东西。我靠，这个有点太，这个有点太不行，这个不让播啊，家人们。音乐宴，我真的我挺想找他合作来着。后面有机会的话会想，哎，她是那种骨架小的女孩子，这个歌词有点。但怎么讲呢，我觉得把这种主题放在舞台上去进行创作也是，就是其实是蛮好的，我觉得去正视这种情感。是人类应该做的事情。嗯，但国内不行啦，国内。午夜场。我要死！我爱看美女贴贴。哎，但我还是很喜欢吊带袜。我现在还是很喜欢这首歌，真的很洗脑。很洗脑这首歌，而且它旋律是好听的。是的呀，
他旋律是好听的，还得是日本纯情主义歌词的中文。哦，真的吗？有点好奇，我没有太仔细看，听是听过了。不行，我看一下纯情主义。好的。哎呦，说到我自己了，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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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文吗？2014年。できない。那是偶然时期的我创作出来的东西吗？现在我应该跳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了。好，放这首歌就睡了，不是就下播了，好吗？但那个时候是还在模仿时期的我跳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跳，就是什么。嗯，好，我知道了。嗯，明天再好好播吧，明天可以一边收拾一边播。明天，明天再说。忙忙哒的是，忙完明天就好了。哎呦，我的纯情主义呀、啊！我第一首 Unit， 嗯，那就拜拜喽，我下播啦，学休息啦。C two 的震撼，好吧，但是他的歌，虽然说 black background， 我也能把它很好的演绎出来，但是它其实不算是我最喜欢的歌，就是我会有一点点 hold 不住那种感觉。嗯，拜拜，那我休息啦，拜拜，什么事？可爱调系的，甜调系吧，可能 maybe。好了，拜拜，那我睡了，不是，那我下了，拜拜。别笑呀，听我唱。我把那个直播手机给宋小璐，让他们给你们唱歌。拜拜。